所以我去甲送花。2004年的时候，咱要办台湾以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的公投，离高雄一场，大概有50万人，我嘛是走去。今仔日我嘛来到遮，今仔来到遮为着啥物？咱拢无任何的目的。伫遮，大家会当伫厝的，好好食一顿饭，看一下电视，去散步一下。是安怎倒来遮曝好穿好满？我感觉唔免。所以，我感觉讲啊，台湾有希望，有希望伫倒位，有希望伫在场每一位朋友，发声吹一下。不要小看你，不要小看自己。过去什么总统直选敢有可能？过去国会全面改选敢有可能？我感觉迄拢无可能，但是今仔日拢实现。所以咱唔通想讲啊，今仔日阁无啥物人，今仔日落雨。老实讲，大家啊，台湾的进步就是靠大家，吼、哦，台湾的进步就是靠大家。所以啊，我感觉讲，迄个时阵啊，台湾之友会啊，这个成立的时阵，我讲啊，总统是驴是马，牵出来遛遛看就知道。做两年啊，你觉得他是驴还是马？是驴哦。有人说他连驴跟马都不是啊。我根本不要紧。我感觉不要紧，我讲啊，公投在台湾有一天，一定是咱的生活的一部分，你要相信无？爱坚持落。全世界我认为吼，上界无信心的啊，是两个政府，一个政府叫做中国政府，一个政府叫做马英九政府。为什么？中国政府讲。台独啊，只是一小撮分子。那是台独，只是一小撮分子。那安尼，让台湾统独公投快假无？中国心里有鬼，中国心虚，他没有自信，伊知影伊唔对，那无让台湾啊统独公投，伊若讲。台独只是一小撮，哪里统一对不？派谁？我认为倒出来，台湾要独立。所以伊唔敢，伊唔敢。啊，尾仔伊讲啥？尾仔讲，你若敢统独公投，恁爸就甲你拍。这是全世界啊，上界坏啊。上界无自信的人讲的话，所以咱大家要去了解，咱徛伫正确对的一边，安尼对无？过来，我讲无自信啊，心里有鬼的政府是马总统，他所带领的政府，甲咱讲啥？讲行政院即卖的民调支持 F 啊54%。陆委会讲，现在支持 F 的人超过60%，那安尼个公道啊，安尼个公道啊，公道伊就贵啊，伊敢无？唔敢。所以，台湾人有赞成公道，有台湾人有赞成 F 吗？大家要了解，迄就是无自信，迄就是无信心，就是心里有鬼。所以伊唔敢让台湾人公道，公道一法，哦。所以啊，咱更加，咱唔是反对一法哦，请大家要了解，咱无反对一法，咱嘛无赞成一法。我的理念是讲，一法有好有歹，讲予百姓知，讲予百姓知，一个成熟啊吼，成熟啊，有自信的政府，讲予百姓知，有好有歹。
让人民公道。过你好做，无过你哪么拢免做，安尼对无？结果唔敢，有鬼啦！我跟大家讲，他有鬼啦！我相信马英九暗时唔困袂好啦，所以黑眼圈我看是越来越多啦。过来讲，头拄仔我讲，予伊即种58%的要甲60%选出来的总统，咱个尊重，咱称呼伊马总统。伊若坚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、民主，台湾是一个国家，那安尼啊，我要甲听。啥物人若坚持这個，我拢甲听。但是，伊有无？伊无。伊就是因为无，所以啊，摕到60%的选票，即马剩30%啦。这是啥物状况？我顶礼拜。我顶礼拜这个时阵，我伫嘉义的阿里山的来吉部落、三美部落、嘉美部落，为什么我去遐呢？我伫过冬冈，我去到小林村，我去到纳马夏民权村，我是要看，看讲海啊，雨又过来啊，风台过来啊。到底遐重建有做无？到底遐人的性命有不安全无？遐人即马生存虾米款？我找阮太太累，结果呢，我发现市场真济拢无做，迄路啊，旧年放到即马无修理，离来吉部落，离纳达伊谷。离甲仙乡，无一台游览车行到到，因为即马拢无人要入去，遐百姓有够艰苦。但是总统啊，总统共一天伊去倒位呢？总统啊，伊共一天啊，去到高雄凤山，去到高雄的左营去宣传一番，去啊眷村啊，遐老伯伯啊。宣传的话，遐老伯伯真唔感觉讲总统你瘦了，我听到时也感觉讲鸡毛皮沙沙叫。伊啊，有时间、有体力、有精神，行到高雄的左营凤山去宣传的话，伊无心情啊，好叫你甲灾区行一下，甲关心一下，你是什么总统？所以，我感觉讲啊，伊心内啊，伊心内无真正台湾的百姓，这就是摕60%的选票剩30%的原因。那是啊，伊过去做的代志，包括北伯水灾，包括油价，包括633，包括马上好准备好股市20000点，无一项实现。但是，伊无回事的。伊无人落台，伊无人有外国，无人有需要负责，这号做啥？这号做横行霸道啦。所以，咱无停在一道，我老实讲，做无好，甲扭落台。两点，第一点，卡数，阿华无必要咱公道。民进党个执政，公投个废除。假使伊若是横行霸道，无甲把台湾百姓啊放在眼内，五岛合尊，好。五岛若输，毋是甲台湾百姓。叫伊都要调整伊的政策，调整伊的路线。日本嘛咧看，中国嘛要求伊调整路线，美国嘛要求伊调整路线，这点有重要无？我感觉吼，咱唔免啊，讲到啥物革命唔免啥物，即摆是文明的社会，文明的时代，咱用文明的行动，咱用选票，咱用选票
来改。而且，我要搁再一遍感谢所有而且每一个朋友，落雨天来个这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但是这都是台湾进步力量。过去，都是台湾有这么多前辈，安尼奋斗，安尼牺牲，安尼流血，安尼这个啥，用生命在那边搏。所以啊，今仔日到台湾，这好的民主，这好的自由，这好的人权，今仔日在座都是你做这项代志。好、哦，所以，你家我要甲大家真的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，感谢。